朋友们，这个大章鱼在海边只要有洞的地方就可以看见章鱼在进洞。你说它也不长脑子呀，太傻了啊！你说天天抓它，它天天不长记性。进来，老铁，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，请给小弟点个红心。喜欢。朋友们，这只小海龟是我赶海的时候在渔网的地方发现的，它被渔网给缠住了，咱们给它解救下来，一会给它放生了。希望放生可以给双击关注的老铁带来一份好运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海龟啊，喜欢吗？喜欢的朋友。朋友们，整天用这个牛奶、鸡蛋、矿泉水来关这个沙马蟹，愣是没把它关出来。今天我把我妈让我打酱油的钱买了一罐可乐来关这个沙马蟹。老铁们千万不要给我双击啊，我怕上了热门以后被我老妈发现，说我个败家子会揍我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下蛋攻击，攻击中的战斗机。这个是我爸中午买的一只鸡啊，还没捞着吃，被我给偷出来钓八爪鱼了。这个视频我不要双击啊，千万不要给我双击，不然上了热门今晚不敢回家了。关注我看我直播就行了。来吧，朋友们，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只有在大潮的时候才能抓到蛏王呢？因为只有这个海面啊，只有降到这个海拔1.1米左右的时候才会出现蛏王。如果你见过我爸蛏王的直播，请留下个红心，没见过的话打个一，给我加关注。